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要讲的是那个，我终于收集到2000个元宝了。2000元宝干嘛呢？2000个元宝是准备要抽武器十连抽的，因为抽武器十连抽也有可能会拿到专武。因为我现在的马超现在很可怜的，现在拿小乔专用武器。因为小乔他现在目前的专用武器，他攻击蓝色的，抗暴击蓝色的，所以现在目前先给他用拿这个顶着用。然后刘备跟孙坚呢，都已经有拿到他们专属的武器了，就马超目前没有，所以我打算用现在2000颗宝石来做武器的实验抽。读其中，请稍后。好，商城这边装备十连抽，2000颗元宝，抽取，拜托装物很多，马超的拜托，有几个装物，两个装物，一个是益善，一个是差，就这样子而已，超惨的啦。好啦，马超的专武还是GG了。好啦，谢谢收看。